打两把到钻四，两把，再打两把到钻二，八把就可以了。但是八把得全赢。用嘴上分，打两把就上去了。定位赛一把四五十分，带跳段的没啥问题呀。打两把不就可以上两段吗？带跳段的，主要得全赢啊，不赢不行啊。我可能得叫个帮手，不叫个帮手全赢费点劲。那万一有弱智，那不好好玩游戏，你也没办法。多少延迟？63，那也不行啊！VK，那我用悠悠也60多呀，也65。我就想让那个延迟降到40左右就行，60还是有点卡，这29块就白花。纯纯的白花，都一个味儿。还是卡，我一走道我就能感觉出来，我就能感觉到卡。64根本没用，悠悠的六也是63、65左右。来两个金鳞龙啊！这把玩个什么呢？包女儿居然都能吃鸡儿，蓝莲汉，你是真狠啊！真，我就不说别的，蓝莲汉，你确实是很厉害啊！你居然连包女儿都能吃鸡，就冒险侠吧？扯淡。这把那包女儿就不要了。都没用，只有复苏之风有用。来个复苏之风，逆行之势，哎，没有双护卫呀，这赢不了啊。尿个尿吧。
一胜一败，有点坏菜。这个雷霆过载没用吧？那就不玩幻境了。别的我不知道，但这把呀，我们可能没分了。只能玩瞎了。感觉谁也打不过呀，咋办呢？真的感觉谁也打不过呀、哎、我觉得我能七八连败无限掉血流血不止，来自下水道里的末日，应该是谁也打不赢，不知道该咋办了。你说这波本来不用赢的，还给我赢了，这都咋赢的呀？这是啊！哎呦，头痛啊！头痛，头痛，头痛！看我的吧！要去战斗，就让开。有没有羊刀？我先拿乌鸦打工也行。没有羊刀乌鸦就算了，有羊刀可以拿乌鸦先打工。
来个大棒。小犊子，啊！永恩觉得自己能塞，啊！你想谁？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他们排成一列，这轮你要给我赢了，我就再拿你一张。飞一声，我操！可是我不想玩啊！你丢我这么多有什么用啊？对呀，这幻境不适合他呀。他雷霆过载的没用啊，这得是挨揍才能有用。这个幻境里屁用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屁用都没有，所以你呀，还是给我滚蛋！啊，你还是滚蛋！你想 C， 但是我不给你机会。攻击也有啊，每当进行攻击或被攻击时，有一定几率造成8%最大魔法伤害。这永恩是真多呀，多的都有点离谱了都。多的都有点吓人。那不行，升了得了。哎，算了，不升了。永恩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要机会，我不玩儿，我不上当。哎呦，我这张侠，这个侠可挺吓人的。来个大棒。羊刀，
格斗怒意唤醒，上唤醒啊，上格斗家。哈塞，哈萨给。三星永恩，你试过了，像一坨屎。那你这幻境不对吧？三星还可以啊，但这永恩确实是往手里边钻呢。啊，要进我的手里，我就不拿，我就不要，我不玩，我就不要。你随便钻，我不要。我拿一张，我的母语就是战斗。这比我想象中要有趣一些。你别来了，我不要。你别来了，我不要，我不玩儿。下马的吧，下马我再玩，行不行？这把你别来了，下马的吧。真的，这把就先这么地儿吧。什么玩意儿带脚蟹的？二打一能打过吗？我震死他！水银有了，蓝 buff， 蓝 buff 亚索有了，也可以来救赎哈。水银我们肯定是有的，水银先给锤石放上。家有这么多钱吗？哇哦，好强！
好强，两星男刀，两星侠，两星银马，我凑合。强度离谱，最后引一轮吧，兄弟们。算了，引他妈引，跟他引什么玩意儿了还？跟哪引？谁跟他引？哦哟！滚蛋！不来第三张就给我滚，听见没？我巨杀呢？直接提质量，这波拿奥恩。奥恩没了，骑着。全一星的咋玩儿？齐亚娜。转六怒翼啊，六怒翼齐亚娜就不上了。哎，你们说是上薅着还是上齐亚娜呢？薅着吧，还有没有鬼叔来了？这能打吗？这侠还是很厉害。
上银口补一张巴德吧，就完事儿了。OK 不 ？OK。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是没侠呀。而且巴德现在也上不去，猪能上去吗？猪啊，猪，你的币只有两个空，应该上不去啊。猪，猪冷了。要是有两星龙女就好。其实一星侠我也够用，只要别被切死就行。巴德不扔了吧，差一张两星，确实差一张两星扔了有点不合适吧。这个两星侠没有可能不够用，哎呀，换什么呢？巴德换亚索吧。换耗子，耗子别换了。能吃到分吗？有分没吧？吃不到啊。没有侠呀，吃个粑粑呀。场上全卖，赢不了了，不吃了分儿。做任务，我需要一个龙爪的神龙尊者。直接点了，不玩了。我们都是蛮荒的血脉。直接补个龙爪神龙尊者就完事儿，直接做任务，兄弟们，不玩了，这赢不了了。巨龙之爪的神龙尊者英豪，啊，给了。登场一位就可以。直接不活了。
哎，他还比我还含下面呢。这叫止损，对呀，你这是止损呐。赢我们可能赢不了，但是我们任务做完了，这也不亏。这把我错了，这把我就应该玩永恩。这把我玩永恩，我觉得我至少我能前四。就虽然那幻境不太合适，但是他架不住牌多呀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下机了，兄弟们。